大家好，我是大玲，今儿给俺妈点这个地，给泡泡种蒜，俺也弄点羊粪，先撒上头。俺这羊粪都是给俺发酵好的，这比肥料上地的好，都不用上肥料。这快跑完了，等会儿那姥姥都给俺种蒜了。这个地摆好了，这伤不好。别给俺妈给浇的嫩很，这本来可干，这再浇一遍子。这地浇了之后进进肥，这管俺算了，不是把算给俺了。这个不认真很，你看到沉了都不认真很。好，这原沉了，沉了它长得太小算了。沉了长得小，那不进你挨着土不就好了？嗯、妈。我给你讲故事吧，就是年龄个，俺有奶跟俺奶种蒜嘞，他说年纪大了还帮忙，好嘞，奶我帮你种，俺奶都是像俺妈这样的搂着，他在后边种着，然后啦，他的一个男孩嘛，还不知道咋种嘞，他把这个蒜芽都炒下了，然后只弄有两三笼，弄好了，俺奶一看，我的乖乖，你叫蒜子要种反了。没办法又提出来两笼，那一笼是埋上了没法提了，把这个蒜给薅出来重新种嘞。当它发芽的时候，这种反的那个蒜是吧，它那个弯着叶儿，就是弯着尖儿往上长嘞，可有意思。蒜不都捡了压在床上吗？对呀、啊、他一个男孩不知道，昨天年纪大了想做个好事嘞，反正过来做反工了。俺奶跟我说，你在哪上楼的？你放心吧，来接俺娘们，我不会俺反的。没让俺让咱吃大蒜，这个种蒜是有技巧的，还不能种得太细了，也不能种得太深了，太深了面长小蒜头，不长大蒜头了。明白了，这干活热的在了，干了一半，我歇歇，偷吃个西瓜，再去干去。啊、哦？你也吃吗？嗯。这也要歇脱了，扯去吧。刚才穿上鞋，俺妈嫌我面积抬太大了，我都赤了脚。这上都是羊粪，赤了脚，抬一脚羊屎。你小作气，也是作气。人家城市人家医生都是说，特别小孩儿，多玩玩泥巴，就对小孩比较好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搁咱这都是泥巴，是吧？城市找泥巴。你找不着，城市人不好找你吧？嗯、这蒜俺说买着快些，我刚才我俺那时候没有买，我又就是干第二次的活。其实这挑的蒜没有了，你那都买来嘛，没电来找。没电。没电，电来去。电来种上了。好，我去拿，先不买了。好。咋扔的？这大袋子扔不炸了？给你颠过来，给颠过来了。你瞧咱妈哎，妈，你说话光不光温柔点儿？这妈说挺温柔的嘛。这蒜，爷爷都成这一点头了，这干完就该回家了。